神从来不会动摇之贵，你几仙几龙没有？然后很多讲师就问，哎，这是讲师先看啊，怎样？名为有八水问答，而且就把那个自身见是这个太会用心了。那他们就问谢经理，谢女士，你怎么知道跟他延寿？谢经理说，我也不过一定是老母慈悲要我的延寿，我也不知道他那么严重。那么二十，我平常也没有面线，那一天为什么会有面线？现在也没有面线了、啊。我奶奶会把公延寿，不是他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就是谢女士，天在救急。那有一个讲师就到我们大公，他说郑姐，他说看到你，他说哦，你就是吼，是叫你敢帮忙啊？啊，我今日这样呢啦，那么佛就在，你讲了那么多，不是跟他们对，真的不对。我今天如果我没有真心真意的去帮助很多人，我不能活下来。意思哦，能够，因为我们佛堂有一个菩萨王讲师，不会现啊，我们发愿。办一百场道他还有过去百做了很多功，就他97年的时候肺腺癌，然后做化疗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做感冒，什么戏啊？他说你不在戏，你为了温暖，除了你的家人，为了我，因为我们全佛堂帮助你，就为了要救你，发了这么多愿，我还是两次分钟了。我们来留给这个我们前前来问，人家读经官的主任做得很好，人家当我们接待组的组长，十分钟而已，现在就当我们哈正腾魔堂的区长哎，有没有问的啊？高啊，有，好，请说。他读的是简体字，是他用心。我们连讲师很跟他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也跟他的时候，真的。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到他，我一定要这个无解，因为他说他跟别人讲的时候，有些人都讲一讲，因为他是好，是好目标，对不起哈，那个无解、啊，四川就是没有好能解呀、啊，跟守节，谁都告诉我说，哎，说什么都就是没有，我好十五不化，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，那个不是按照文字的，会教给我无解无关，会改变，而是呢。他说哈、哦，不敢讲的时阵呐，他嘛不爱听，就给他挂掉。他跟他立吼，一直都要跟他讲。我说我一定要帮助你，我真心要帮助，不管要不要钱。那个是在做功夫。他先生哈、哦，那个无解无关是已经到达目标，是哦，是有一点啊不太一样。那个一个呢是还在修持，一个已经到达参加道场。那还有一个什么？就是要去探病，他那些什么？哦，没有，不一样。到他家，他看到我像。无解无关是大查目。你给阿英不来，我说我不能不来。万年花香与我哈，他告诉你好方法，你一定要老实的付钱。虽然这个事情小，那只有你老公，只有这个机会，你相信我。还有吗？我今天不来，眼睛一闭。我今天来了，也许你不能谅解，没有关系。眼睛一闭，你知道我是好的。他说我不用闭，就知道你是好。后来他就真的设立正式的佛堂。哎，他都现在工作了两三年。真的感谢天恩师的哈，所以设佛堂很好。如果你家庙设佛堂，请你赶快设，真的，这个比较平安。这个众生的佛性呐，啊，跟前前，后雪就因为这样，还有好几个哈，我们有几个道亲身体都不好了，癌症。那他常常会来跟我聊，就鼓励他，有孩子不乖了，先生怎么样了？后雪说，我都是为这几个而活，知道吗？在他们的面前，我每天都要安慰他们，然后会笑嘻嘻的。就是不依，所以他们没看到我的时候。我的阴影大概很深，我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只会多跟他安慰，然后做他的精神支柱。你说哈，为了你们这样好好的活下，所以不是我的贵人。因地心哦，就是我们没有他们修道的时候就没有活下来，那个动不了。所以现在哈，就说哈，告诉人家说，救人就是救己啊，你当别人的贵人，别人是你的贵人。人是互相的，不是你永远是别人的贵人，不是哎。我因为他们，因为道亲，所以我一定要很坚强，然后一定要好好的带领大家，然后能够为老天母报恩，让大家知道这个爱是什么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关心你最好，而这叫接引，叫因地心。
呢，破皮被砍的都是些建造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没有下头了。你要问吗？没有。这样，各位讲师、各位男士、各位前辈，大家好。感谢各位先生给我们的分享，我们这个手段啊，这个情感情感说啊，这个我们讲完的时候才是才两个礼拜的时间呢，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很小小的典型的，他也都会写的口吻。
因为我们研究了以后，可以毫无关系。那这些哦债权，他就逃不到债，所以他不要我们去研究，不要我们再用到人伦。只要你再用到人伦，早晚总会遇到你的啦。哦，那所以慢一点逃没关系，可是只要你研究了以后。我没有肉，这个吃不下。4月15号，哦，那你
经蛮严重的哦、啊，所以佛说哦，那个是贪，贪那个肉的味，肉味哦，看他们已经在修道，修不赢他，他真的来了，来看他有修道，所以呀、啊，只要养生哦，那个生命呢、啊、能够延续下来，他就可以哦，所以呀、啊，有鱼有肉。那他哦，就变成一种水，把那水。他不去是吗？有一次是我爸爸，有一次是我的老师，有一次我是钦差大人，他是我的就是下属。所以，我有发愿来救他。而他那时候是直肠癌末期，医生说没开刀剩三个月，开刀了剩三年，因为他没有开刀。所以啊，那为什么会好？因为鼓励他度人，所以他大概度了二十年后，他没有吃药，没有开刀，就好了耶。他现在活到现在，牧师的时候，他太太肿瘤，甲状腺肿瘤，他来慢了一年九刀，然后他到了地方了，你在吃的这个，就是你的，那个儿子的肉。听说他人家吃啊，自己儿子的肉，太乖了。他有发愿，但他没有脸了，他都不要。就听说他是过去是我的妈妈，他也搞不清楚，是最近才知道他是讲妈妈。所以哈、他常常啊，就跟他的爬山的山友会到那个鸡肉啊，不谈那个味，就好像看人家在吃那个，太像我的妈妈。只有一次，或许就跟他爬山。所以啊，就是啊，为了要这个身体呀。能够呢啊，继续呀，沉不下来，所以要保持。那怎样？前姐到了什么岁？哎呀，所以因为我们老团妈妈，哎，那个吃的心呢，就完全不同。我们就最近终于搞清楚，她过去是我的妈妈，所以她不是我们有缘的众生，不是我们亲的妈妈，她就等待你救她。吃下去呀。她以前哦，除了甲状腺肿瘤大，她睡觉睡一睡就会。坐起来不会，呼吸不能，不行。后来他好，很开心，就经过大概三个月，好了耶。他真的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渡他就是救他，所以浅显有很多人因为需要你救他。然后立愿，我们怎么够渡人啊？很多下达，或许稍微列一下，立愿为先啊，愿大力大，愿力多。那劝发菩提心。入道入，修道入门，他入道要门，发心为要，修行即入地愿即行，愿力则众生可度，心发则佛道堪成，可不发，广大心，先不愿，众经成疾，依然还在轮回，虽有修行，总之可乐。各位姐姐，你发了愿，立了愿，你就会去做了呢。而且把自己哈经验跟大家分享，发心修道，那我们呢？其实是发心修道，度我们那个四无量心的第一个，那个十亿啊，那个大，这是很稳的，就不能同学啦，所以我们只要是认识住，成道，台北就考三专啊，三天后面做一个执照，考试就讲，一去了不能停的，你就到哪里去后面啦。我的名号十年当中并不多，大慈大悲会关在前面，但是在八十一年的时候就有，最后有结婚，然后都没有把它花完。想的是，就是命中注定嘛，哈，我在过了怀孕，然后要开刀，来孩子是孤儿，先天比丘，有发愿哦，十三种结过了，为什么？我的大伯先生的大伯哈。肝癌很严重，他目前呢不吐血拉血，医生说哈，剩下今天晚上十三种腱肉，或许就发炎，二十个人工作就回家，我假设十三种腱肉，水四腱，渡人才师，就是水的那个四，我今天就讲渡人，知道吗？那个才师晚上都有说哈，然后哎，那医生说剩下今天晚上四腱嘛。这个戒律，这个三种戒律，所以我们这个过了几天就是又大吐血，医生说不可能过来今天晚上，这个很难，吐血就怪在我们家的房间，它也很难生长哦，那个蔬菜，那个地区呀，第一个为什么要去那？因为我
道场学习，我知道法大愿几只渡人可以救他，对不对？听说过吗？对，听过你这样说，你的家人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、你认识的人，家里人有危难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，一定要行供养，就跪在法下，想象，就跟他说，我这辈子要省吃俭用，帮助道场，所有功德都向你发愿。那个时候，结果都允许这样，哦，他吃可以吃啊。然后就住院哈、哦，本来哈、哦，台湾人寿还有投保哦，癌症一天不够钱。没有在一起休息的人，就会赔了40几万。后来出院以后，慢慢他的癌指数就恢复到正常哎，好感动啊、哦！从那件事开始，我终于知道天恩浩大。我就知道。那我就回答，哎，奶奶，我的奶奶，有说84岁，奶奶84岁的时候说没有五十八，哦，变化，98岁，他能够生出五，连上五五功德神的修养，这个回转哦，天地的哦，生命，各位姐姐，你有他的经历吗？你要他哦，出现，幼稚有了耶，所以你可以动，你一定要来。你可以走，你一定要走。你可以行动表演，你一定要行动。不然，你借来一个这样的孙女，发一个50个人给他，然后才40万。我那浅浅这么说，哎呀，谢谢他们。哦，还是要，我不理我的人，哎，这个要我的人，你谁呢？哎，就别那个哦，我想都过40年，车站都没有。很多浅浅问我，你发愿的时候人在哪里？哦，就知道。不知道哦，那个大弟子啊，哦，错，对，突然很生气啊，你有心有事出面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在我身边弄事哦，哎，我真的哈，天啊，我哈刚好。